我们是方便场，大家可以看到，它是上面有一个方便场，下面有一个月牙场。感觉很重。梅花桩器械的训练可以扩大人的视野和心胸，也可以增加练功者力健的训练。训练时只要动作自然流畅，像行云流水一般有自然之美。这边器械摔得少了，可能设计费摔烂了。